者洪晨洪高雄报道。正修科技大学应用外语系毕业公演 The Hot Chick 小姐好辣今天登场，埃及风、现代风，服装风格多样，因应剧情需要，演员必须舞台快速换装，节奏紧凑，夜店飙舞场景将气氛炒到最高点。The Hot Chick 小姐好辣叙述一名心地不善良又自大自恋的女大学生，因一场意外跟一个中年男小偷互相交换身体，意识到待人处事的重要性，最后靠朋友的帮忙成功换回身体，并找回内心良善与真诚的友情。因为男女主角的性别及身份做了交换，演员直接在舞台快速换装，令人看得目不转睛。毕业公演总召黄征一说，演员从三月起密集训练，连周六日都要到校练习。排演过程因长期疲累加上意见不同，同学求好心切难免起了口角，但经过磨合，彼此的感情更融洽，为大学四年留下难忘的回忆。